整理家里用的。就是烤箱预热200°C， 冷冻状态烤约25分钟，这样子就可以喽。里面裸装长这样子，是在新竹的取货中心买的，那有些是我先生回去新庄的时候在新庄的 IKEA 买的，那我们就来分享我这一次买的东西咯。这次买这个收纳篮是要来储存食物用的，像是南瓜、蒜头、地瓜、马铃薯这些放在阳台不需要冰的食材。层架之后我想要来调整厨房的摆设，装点新的物件进去，所以买了一个层架、芳香小蜡烛。因为在 IKEA 只买到芳香的，它是白色的，料理的时候会用，熄灭蜡烛用的。它是一个小铃铛的造型，可以直接这样子熄灭蜡烛，不会沾到手，也不用一直吹气。使用后熄灭蜡烛，这样子就不用一直吹气，可以优雅熄火。那我稍微有点距离，让它里面充满二氧化碳，它就熄灭了。闹钟，这是我使用的第二个闹钟了，这个是第一个使用的，这已经使用很多年了。那因为最近觉得它在转的时候顿顿的，所以我想说换一个新的比较安心。
这个小闹钟我觉得它还算是蛮耐用的，我使用了这么多年啊，这个白色也没有什么变黄的情形，那除了说在使用上它变得比较钝，基本上也没什么大问题。它有四个选项，透过转的方式就可以调，像这个是计时器、闹钟、时间、温度，总共有四种模式可以看。这上面有一层膜可以撕掉，这样子就可以正常使用了。新的真的是敏捷多了。好，这个等一下自己来装。今天专业的不在家，专业的去上班。螺丝和扳手，好，装好了。它就是这样子一个提篮，可以提起来，非常的方便。放在室内也很好看，但是我的考量是它很通风，很适合放根茎类的食物常温保存，而且呀、也不失美观。下面我还是习惯垫一张纸巾，比较不会把下面弄得黑黑的。好，这样子的收纳方式不会过度堆叠，而且可以保持通风，也很好拿哦。这个层架已经组装好了，它这下面是没有防滑的，所以放东西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它可能会有点滑动的情形。IKEA 层架放在这边，大小是还蛮刚好的，不会卡到左右两侧。是 Stub 的锅盖架 ，LC 的锅铲架 ，IKEA 的二层架 ，Yamasaki 的砧板架。目前台面上的东西有这一些。这个是 Yamasaki 的二层架，这上面是木纹设计的。下面有指滑点，那 IKEA 这一个就全部都是同一种材质，简约设计。那唯缺点就是下面没有指滑点，上面是 Yamasaki 的二层架，下面是 IKEA 的二层架，它的大小是这个样子，高度看起来是差不多等高的。这个高度可以放进去一个梅森罐。比较好看，常用的调味料把它放进来，因为它不防滑，所以上面是摆很轻的东西。那我都放一些常用的调味酱料之外，还可以放一个可爱的饰品。哦，我的厨房装点好了。